现在是周五晚上，已经八点了。因为夏令时的缘故，天还没有完全黑。刚好今天晚上有时间，就来 Chinatown 这里看一看。很久没有来这里的 Night Market 了。啊，到 Chinatown 了，先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。再去买点喝的，然后就开始吃晚饭了。这家就是应该不错，是啥那个？刚才就这个。这个角落没有人，应该是可以吃东西的。OK， 开吃吧。啊，现在天终于完全黑了，太好了！现在终于有夜市的感觉了。那现在我准备再去买点吃的，然后就准备回去了。好的，各位晚安，我们下次见了。